乞丐小张喝醉了，掏手机的时候把钱带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建设新村的丐帮帮主，急着喊他过去安排个火锅。”你不能走，今天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今天不能走，你等半天再走，睡一觉再走，好不好？啊，睡一觉再走。不要。哎，我会害你？不要紧，你害毛线，你害。你就睡一觉，睡两个小时再走，行不行？现在还早吗？你四点钟再走。别人下午要我搞火锅，别人就刻不容缓。嗯，现在过来玩。嗯。问你忙汤哥，问你忙汤哥。好。赶紧过来吃火锅啊！吃火锅。好。小张带着6000块钱回建设新村后，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表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张？睡哪里啊？你在睡在哪里啊？睡在家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你那个帮主现在在干嘛？帮主在吃火锅了，在宵夜了。你来不来？过来一起好不好？过来把那个涛哥不是。把黄毛叫过来，把黄毛叫过来，一起宵夜，一起宵夜。帮主找你借钱没有？你们那个丐帮帮主。小张带着6000块钱离开走马岭后，两天的时间花了1000，这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他还会剩多少钱呢？市长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了吗？还有几十块钱吧，20-30块钱。看看。不行，但我朋友弄我太快了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了，就是那个就没事买烟嘛，然后吃火锅，一餐100多，然后买香烟嘛。走出去吃点东西，我请你吃点东西。嗯，上次不是那个我不想吃，我想要、还想要一瓶啤酒，不想吃，想要一瓶啤酒，然后跟一份那个饺子，好不好？那走吧，我们去嘛。就是外面好冷呢、等一下别人把桌子坐的没有位置了，我坐的位置没有，我家太冷了。好，我给你拿过来。多少钱呢？12块钱。好。你几千块钱都花在哪里去了？我的唱歌啊，跟我朋友买烟，然后在宵夜吃火锅嘛。跟我朋友买香烟，然后在宵夜吃火锅嘛。我记得你走了第二天又在跟谁开了包厢喊我去 K 歌，我没去啊。我在那个跟我朋友一起，然后唱歌，我又去了几次，一次得400元，贵了。一次400，但300多块钱涨。嗯，再喝红酒啊，红酒贵啊，一瓶红酒60-70就少、然后再买个，我一年才有一次的这个机会嘛。愿值得夜，愿我的思念牢固顶点，几十遍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正是在我这时的美。为了几天风光的日子，乞丐小张要花无数个卑微的日子去煎熬，现实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？